首先呢，要谢谢大家，你们久等了。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但是我们答应你们的就一定会来。刚刚还在舞台上说下雨是天空放下他的不开心的过程，然后滋养了大地。没想到他就又不开心了一回，但是没关系，大雨阻断的是我们在台上台下见面的机会，但是呢，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此刻我们是面对面的，你们每一个笑脸我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虽然是下雨的周末，但依然是属于我们的周末。我希望在老师们唱完歌以后，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拍一张照片，每一个人的脸都要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张照片它所记录的故事是我们今天一起经历的关于等待的曲折和关于最后的圆满。今天我们这个露营的舞台是你们和我们一起组成的，所以接下来就把这个我们一起组成的舞台交给